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面对面会谈，习近平是呼吁二零二七都来拍台湾计划。今时世界纪录精彩多变，有人是赛卡车跳两轮，两过88公分宽的胖，有人是枪卡连续冰11个倒爬链。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过是苏比，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APEC峰会是今日起过啊，伫咧这会议开始之前，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事先面对面会谈，因讨论的重点当然就包含咱台湾议题。 根据美国官员表示，习近平呼应2027也是2035对来拍台湾的计划。 习近平是呼吁美方停止卖武器给台湾，强调讲因中国的立场是毋茫和平统一，嘛毋过伊嘛有提出同步的条件，代表讲这中国是无放弃来攻台湾。也若是拜登是搁再强调讲，因美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搁呼吁中国迄边都要尊重台湾明年的总统大选。这个会面算是淡薄仔化解紧张的局势。 I also stress the importance of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We maintain the agreement that there is a one China policy, and that I'm not going to change that. That's not going to change. 拜协会了后，美国总统拜登召开记者会，台湾议题加做关注重点。记者第一题就问拜登访回台湾的承诺，敢是会受影响？拜登搁一摆表示，伊中政策也强调无意改变台币现状，搁较正式伫会中要求北京尊重台湾大选。 Well, I may have had that discussion with him too. Made it clear I didn't expect any interference, any at all. And we had that discussion as he was leaving.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习近平伫会中讲，美国应该将无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伫具体行动上，更加爱停止武装台湾。也不过，美国前一报道，今年参加会议的高层官员表示，习近平并较说明北京方面希望和平统一，更加支持。听到美国各种报告，讲中国长期会离开而且是离开三五年，采取军事行动，言论中有支持啊，消极，否认表示根本无这款的计划，无人该讲过这款的计划。 过去这几年来，在这些周边的一些军事上的作为或什么，如果可以因此把它取消，那我想具体的行动也许会是更好的证明。对于拜登总统再次利用与中国领导人会晤的场合，公开表达美国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外交部表示肯定与欢迎。 总统府也表示，感谢拜登的谈话，搁是拜登现代海区的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已经是国际上高度共识。那么，搁这个时阵，强基也是继续交代，公布广播将协强基十架次，将南国架次继续伫台海时刻为活动，其中四架次强基建立西南空域，国军运用林木基南加花边飞弹系统，也咪监控加应对。记者综合报道。 拜登习近平见面，除了讨论台湾议题、恢复军事交流以外，也暗算伫咧掠毒品、佮 AI 方面，加强合作。不过，这银款的议题双方是无达成共识。习近平就搁再警告美国，莫干涉因中国内政，打压中国。有外国媒体就分析讲，这个会谈其实是无重大突破，美中意见分裂的状况还在。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I agree. 麦麦建筑会长张家正也阁继续讲，美中今年关系好亲像因为两个领导人的会面有较温和。拜习会十五日旧金山费罗里大龙争夺无，双方伫将近4点钟的会谈达成真正项共识，唔那搁再有军事联络，嘛同意成立小组打击毒品反弹年，搁伫 AI 领域做进一步合作。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compete vigorously with the PRC, but will manage that competition responsibly. So it doesn't veer into conflict or accidental conflict. 拜登讲，这是一场有建设性的对谈。佮俄罗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做人真阿萨利，不过会后，互记者问到，是毋是也认为习近平是一个独裁者，拜登无相骗。 He is a dictator in the sense that he is a guy who runs a country that is a communist country that based on a form of government totally different than ours.
北京表示，拜登在会谈中针对中国人权问题表达关心，也向习近平提供扣人认为和中国拘留的美国公民的名单，希望因会当得到释放。暗过双方无达成共识。习近平会后演讲时提起家己较早伫美国生活的经验，表示世界未来需要中美合作，两国嘛要为人民互相往来建立更加侪管道。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根本遵循，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暗过习近平嘛，警告美国唔通干涉中国内政。伊表示，中国无要挑战甲变过美国，美国不应该打压，也加压制中国。那是 APEC 的场地，四周围嘛聚集真济抗议的民众，包括反 APEC 的团体，也佫大力支持西藏独立，替代表西藏自治政府西山西旗的民众，加支持习近平来访的民众互相化忧。综合外媒分析，虽然即届拜习会会当缓和两国紧张气氛，暗过也是无多解决，但故以来无共个看法，会后也无发表联合声明，双方关系无法度得到重大突破。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经新闻。日本一个民间团体组东京一帮电车办活动，伫咧内底规划男性专用车厢，但现在男性貌弱势方面，因在坐车的时阵常常烦恼讲会去互冤枉同性骚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暗算卖新型的 SM 六防空飞弹给南韩，帮助南韩在咧海上砸北韩发射导弹。英国 Times 报道，法国法院昨日是对叙利亚总统阿塞德发国际大法令，指控伊在咧2013年内战的期间使用化学武器，造成9000人死亡。刷瑞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以活动涉嫌恐吓甲威胁做理由，把两个停巴勒斯坦的学生团体停课一学期，这就引起大阵师生抗议示威。上尾是华盛顿邮报，纽约州地方法院起诉百事可乐公司制造大量的塑胶包装污染环境，危害公众健康。我来关心中东那边的战争。以色列是指控哈马斯把总部设在了加沙西法病院的脚，然后直接把战车塞入病院。不过根据英国 BBC 的报道，以色列在了病院是只发现10几件旧式的步枪，无几领防弹夹，这手榴弹嘛，只3粒，是无成一个总部的规模。以色列军方公布的影片显示，军队运送医疗物资、幼婴的食品，入去加沙西法病院区，并无确定病的人是否受伤。也讲军方在一个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有发现武器和军事设备。ובה אמצעי קשר וטכנולוגיות מבצעיות השייכות לחמאס. הטכנולוגיות והחומרים הועברו למיצוי ובדיקה של גורמי המודיעין. 加沙地区病院总院长扎库特讲。以色列是开坦克入去院区，士兵入去急诊外科甲重症甲护病房，大家拢惊着。美联社报道，以色列讲哈马斯伫咧西法边下骹有些指挥中心，用百姓做人肉盾牌，首先包围边几落天，即马就要向国际社会证明因的讲法敢是真的。إلى جانب انقطاع الكهرباء بعد نفاد وقوع. 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伫咧包围西法边几落天了，以色列方面并无发现偌济。10个引起国际批评的争议性行动，并无敲到大量的武器。根据以色列方面公布的影片，大概是10几支巨型的突击步枪、几领防弹夹、3粒手榴弹、一挂光碟、一支手枪、一台笔记型电脑、一个牌子加几支刀。这款物件看起来，敢那是无法度真做一个指挥中心。严格以色列讲，哈马斯伫咧边下卡的围墙有些指挥中心。哈马斯知影以色列会来，那是真正伫咧边下卡活动，有几多礼拜时间会当利用加沙庞大地下通道撤离。因为以色列这么手头是毋是有抄到更加侪物件？以色列军方表示，目前发现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因为哈马斯对以色列方面讲发现武器，讲这拢是白策加宣传。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英国保守党政府要把一些偷渡的非法移民送去卢安达的安置计划，是去让最高法院裁定违法。首相苏纳克就是表示，要用紧急法案的方式，把卢安达定做安全国家，上紧明年春天就要共送过。
保守党强森政府2020年四月所提出的，把非法移民送到非洲卢安达的临时庇护中心安置，并且禁止因重新登到英国本土的计划，一直就有法律战。六月和二审法庭裁定违法了，如果上诉到最高法院，这个判决的结果出来。最高法院五位法官拢赞同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这项政策无符合国际条约内面英国所应该承担的义务。这份56页的裁决书也讲，卢安达有可能强迫想要寻求庇护的人家难民，长期因有可能面临迫害的国家。It's a reminder that no one is above the law, and it's timely that governments are told that they have to stay within.The boundaries of the law. 判决结果出来了几点钟，苏纳克就开记者会宣布，将会以紧急发函的方式，把卢安达标定成为安全国家，和遣送非法移民的班机在明年春天会当出发。So I'm also announcing today that we will take the extraordinary step of introducing emergency legislation. This will enable Parliament to confirm that with our new treaty, Rwanda is safe.It will ensure that people cannot further delay flights by bringing systemic challenges in our domestic courts and stop our policy being repeatedly blocked. 英国到即马已经开1.4亿英镑伫咧即项计划，因过去年六月第一台甲非法移民送登机非洲的班机，伫咧出发之前，和欧洲联合发现概念，到即马拢也未出发。苏纳克政府强调，这项计划在咧协助英吉利海峡的偷渡行为是真重要。今年偷渡的人数自去年的46,000人减至27,000人，因故在苏纳克年初所提出的五大承诺内面的停止偷渡船也阁差真多，而且也扩大保守党内部右派甲温和派之间无同的意见。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辑。今年的11月初9是金氏世界纪录日，各地政人都要多多挑战家己，所以讲到真侪特殊的世界纪录。亲像今年英国有一个查甫人是使骑车跳两轮，两过敢若88公分宽的棚。也若是伫咧中国是有一个查甫人，枪卡连续并11个倒爬轮，拢破世界纪录，赶紧来看。一台大型皮卡只靠两轮在驶，坐落来位两支立杆的下下空间扔过去，将其尾创下两轮扔过88公分上下空间的金氏世界纪录。英国查甫人斯威夫特最近伫金氏世界纪录日即工，通过前前跑跑纪录，上班正水是足欢喜的。I've been driving on 2 wheels since the age of 7. Started on the garden lawnmower, so to get a world record that recognises that is fantastic.中国人这个查甫人也有真功夫，看伊溜啊顶一个骹手，就连续完成十一个单骹倒向爬链，让人目睭拢金起来。因为一般人用双骹做这个动作已经无简单，何况是用一支骹来完成，也顺利打破金氏纪录，得到主办单位肯定。中国周全挑战成功。今年金氏世界纪录真侪奇奇怪怪，日本纪录官一队选手以32摆成绩打破两个人连续双荷兰式倒头再跳。又就是用手抬脚跳沙发的世界纪录。那美国宾州这个查甫人利用绳子倒向跳，以3.07公尺的高度成就世界上高。This is my 8th record now today, or I currently hold 8 now, and I feel pretty good about that. 卡普勒斯表示，也不过继续挑战其他金氏世界纪录，目标是收集10张证书。虽然国外对世界纪录有真侪不同的评价，但过对追求纪录的人来讲，只要勇敢、气气、真打拼，都有无限的可能。公司新闻张惠敏朋友。美国有真侪感觉拢开教育课程，帮助受刑人改革学知识，安尼回归社会才会当搁较顺利。美国伊利诺州的感觉就甲明校西北大学合作，即阵收一批受刑人16个人，成功摕到顶级大学的毕业证书。这是一张较早冇看过的毕业典礼。伊利诺州斯泰特维尔家家的16个受刑人穿学士袍，真骄傲的领全美国前10大名校西北大学的毕业证书。其中51岁的布罗德维一边读册一边对抗联邦选举第四届的竞选，也是完成学业。因为健康问题，无法度去家家看伊的妈妈嘛坐伫台下，将近20年无见面的母仔囡在咪哭。She only wanted me to live my best, live up to my potential.She saw things in me I didn't see. So to give her that,
it meant everything to me. 另外一个受刑人索托是要过读法学院，刚毕业毕业生，原来有人暗算过进修，因重新得到自信，希望出家教了后，家己当重回社会，改变世界。推撒这项西北大学家教教育计划的雷奇教授真感动。20 years ago, some of these guys were in rival gangs, you know, and here they are swapping poetry with each other. I'm giving, you know, critical engagements on, you know, sociology assignments. The love and growth that we see in the community is really unlike anything I've experienced at the on-campus commencements.西北大学是全美国唯一在加州提供正式学士学位教育的顶级大学。目前，伊利诺州两个加州拢总有差不多100个受刑人当地读册，其中原来有当刑犯。布鲁德维刑期爱到2084年，伊讲若做有机会提早出狱，想要创办一个非营利组织，帮助少年人追求艺术、体育和音乐的美梦。公司新闻是为中编译。瑞士有科学家利用创新的镭射扫描技术 3D 印出一支有筋骨的机器手，跟咱真人的手骨顶端方式是真相像，未来有机会当应用伫咧医疗方面。镜头当一下，这支机械手骨的动作都和真正的人同款自然。瑞士所在西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透过创新的镭射扫描技术，结合新型的 3D 列印，会当一摆印无同材质的材料，和机械手骨的结构和动作拢真有路。And we can give it tendons, we can give it ligaments, we can give it a capsule.We can resemble the bones, and all of this happens with one print process. 传统的 3D 打印是伫个电脑控制之下，甲关了一层一层一直塔起哩，再用紫外线甲每一层拢固化。但是这个过程干来让处理一寡较紧简单的塑胶料。瑞士这个研究团队是用固化时间较长，较会当春秋嘛较耐用的塑胶料去做较需要活动的紧这种部位。And what this printing technology enabled us is to have.The soft parts be really springy, so low, have a low viscosity. So when I touch it, it actually springs back immediately. And this allows us to have a more natural robotic arm compared to the one.That we were able to manufacture before. 研究团队搁在 3D 打印机加装镭射扫描，检查每一层材料敢唔平，再去调整后一层使用的材料量，确保上尾的成品会当真完美到做伙。And then here we have fishing line.Tendons that interface with the actually printed tendons and connect them to these motors down here. And if I pull on one of these fishing line tendons, then I can actually move the finger.相关研究结果和新破的应用已经发表在自然期刊。研究人员讲，后一步会继续探索新的技术和医学用途的结合。公司新闻感文编译。帕金森氏症的患者会慢慢失去活动的能力。即阵澳洲就开发出一款行路 App， 是利用制造刺激患者行路的能力，而且可以当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实验的结果显示，讲使用这款 App 的患者，每礼拜运动的时间是比其他的患者加一倍。Fantastic.Keep going at this pace. 对这座大步向前行，奥斯特斯基过去是一个真爱越野慢跑的人，每礼拜拢能走几十公里。啊，不过为七年前得到帕金森氏症了后，伊的生活变调，有时阵爱食甜椒才能行出一步。In fact, sometimes it would feel like I had to teach myself how to walk again every day. It's very difficult to explain, you know.When the medication's working fine, I just look like a normal person on the street. No one would know the difference. And other times, yeah, it's very tough to walk. In fact, I didn't really realize how hard it was until, you know, I tried the app. Are you ready? Start walking.新南威尔斯县的研究人员开发一种应用程式，希望能改善患者的脚步和行的能力。奥斯特斯基每礼拜原本甘能走两公里，现在用 App 了后，恢复到能走30公里。The first thing this app does, it provides a simple metronome beat. The metronome beat is simply a beat. It replicates the sound of footsteps. This activates mirror neurons. It also replaces the lost ability for automated walking.
研究人员指出，俄罗因提管大脑产生多巴胺，这是帕金森氏症患者上缺少的物质。他则认为这款 App 初步看起来能帮助患者导致运动，但还需要更多后续的提示，让人继续锻炼。正式设计者表示，未来还希望帮助中风或者是脚踏屋等等受伤的人找回运动习惯。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过是苏比，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